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好啊。在你还没起飞之前，我带了一个东西，让我可以想起你，当你不在的时候。是一个。这是一台录音机。当我小时候，我爸爸会把他的声音录在这录音机里。当他时常出外工作的时候，我会听他的声音，我才能睡觉。现在爸爸妈妈都不在了，我只有你，所以我想把你的声音录在这录音机里。好啊，我也买了一份礼物给你。是吗？那你看，这是给我的吗？是啊，我要你跟我学。每个星期我会叫你，当我回来时，我要你为我玩一首我最喜爱的歌，可以吗？唱我一首歌，唱你一首歌。唱我一首歌，我想把你的歌声录在这录音机里。来，准备了吗？看着你的那张眼神，改变了我的全生全世。你好玩的脸让我真的是不言不解。哇，好浪漫！最好不要跟那里的女子开玩笑，不然我一定杀掉你。如果他们靠近我，那怎么办？你告诉我你会做什么？你想要他们对你做什么？包他们啊！笨蛋！